阳朔小吃有哪些？桂林阳朔不仅风光好，美味小吃也不少。那么阳朔有哪些小吃呢？一、阳朔金桔。金桔是桂林阳朔传统水果之一，其果实富含维生素及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，具有润肺健脾、化痰消气、生津止咳等保健作用。二、阳朔甲天下油茶。阳朔甲天下油茶是桂林阳朔名吃之一，油茶配上香花生、油果等佐料，又香又可口。三、松花糖。松花糖是阳朔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名小吃，桂林兴平松花糖是广西阳朔历史悠久的传统名点之一。四、阳朔粑粑。阳朔粑粑多以糯米粉做原料，垫上当地特产沙田柚子叶，蒸熟后异香可口，不黏不腻，为小食上品。另外，阳朔还有阳朔板栗、阳朔粉栗、玉猪牛肉、阳朔田螺酿、丁丁糖、烤披萨等很受欢迎的特色产品。